说水阁好，国清解说两句我含去做参考。解说解说解文说字，好朋友，咱来探讨探讨一寡甲做戏有牵连的俗语，应用伫咧人生，应用伫咧社会上种种的变化。国清先来讲，讲一句话叫做艺人。这两日艺人啊，台湾话是足注重、足看重家己的言语，因为艺人就是重这个艺。唔只头一句俗语，咱咪讲讲，锣鼓弹不倒闲，锣鼓耍不倒喘。意思讲，我登台，我有这个讲谈去答你，你才会给我拍捧啊，才会给我拥护、甲支持。锣鼓若弹就轻动颤，不倒就闲啊，就知影讲阴暗有饭堂好食啊。但是若锣鼓耍，咱就不倒喘。意思讲，我站舞台顶已经无人要拥护啊。艺人第一要紧就是这个艺，在社会咧徛起。所以这两字是真真正正注重的言语，是咧看重家己，才会讲我是艺人。啊，艺人这个艺吼，不是家己拼的啦，不是讲哦我足够表演的，广告原来无效啦，是正人咧看，是正人啊，扑个声伫咧赞成甲反对的。唔只讲，哪有迄款艺人吼，在舞台顶唱歌，唔知影听歌的人的艰苦的时阵，迄就闹开啊咧。安怎样讲？较早来台戏，咱知，咱知影讲每一暗都爱拍票才有通入去看。结果吼，头起先戏真精彩啦，感情永远袂要台。即马吼，戏班的班主在后边看讲人客遮济，吼，对后台安尼谈安尼谈，我看吼感情唔通台，佫甲拖一工。结果明仔人去佫拍票入来看，要看感情一定爱台，感情若无台，即边戏都唔刷你。结果戏台台主同款佫安尼想想讲吼，既然遮济人拍票，无吼，佫甲拖一工，佫继续佮拖啦。好到尾啊，人讲傲戏拖平，换人客咧配谈配烂啦。因为艺人头拄啊，国清咧讲，普仔声正人咧拥护甲反对，这客观咧，唔是咱家己品咧。唔只讲你呐，惊甲讲唱歌，唔知影听歌的人的艰苦的时阵，闹开是咱家己。啊，这号做啥？这号做吼，看戏的要刷，做戏的唔刷就对啊。啊，这句话颠倒边讲，就是做戏的要刷，看戏的唔刷，这是啥物情形？这吼，当然舞台顶有捌发生，不过社会上定定在咧看，就是讲明明当事人有影受到淡薄啊委屈，身躯边的人叫你讲吼，你都要打出来吼，该计较该堵啦，甲对方安尼争取，结果咱心内都已经两方面堵甲已经，代志要收煞要抹平啊啦，咱已经感觉讲委屈也已经透啊啦。即马吼，人讲好啊啦，甲遮大家讲讲呼呼哦，煞讲好啦。边啊，但遐咧甲咱压土啊，咧甲咱支持的人说讲，袂使，唔通哦。我阿你讲，你安尼计较无够，你来阁介赌哦，介安怎赌哦？即卖两个当事人本来要笑个煞，换边啊，但遐微微矮矮沉沉伫咧看遐，遐唔啊啦，遐咧变面啊啦，讲袂使，安尼煞乎你着闹开啊。我阿你讲，这是一个场面，这是一个赌头的关系呢。吼，迄看老人吼，比较当事人还阁较要紧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有当着啊，咱社会家己要有迄个智慧，会当判断，唔通讲人煽动了，人管了，咱就爬起来跳，安尼真唔好啦。